帝王之水，娇兰帝王之水第四代。嗯，一支之前有没有闻过前三代？没有，都没有闻过。我好像对没有。哦、oh, ，OK， 那是我自己录的了，我录了二三四还没。嗯，那这是第四代。对，我已经慢慢整理出一代、二代、三代的差别。嗯，第一代它是柑橘的创新。嗯，第二代呢就是这个享受果实啊，就是很像在下午茶的果园这样子。哦、uh-huh. ，对，那第三代就是在挥霍了嘛，哦，那第四富不过三的意思，富不过三，对，还颇有这个曲线的感觉。Okay. 那第四代，我早上我有偷闻过了，好、oh. 哦，那今天早上你起来试试看第四代给你什么感觉， oh. 因为你第一支就先闻第四代、哦，那所以你的感受应该会跟我前面有一些。故事不太一样， okay. 可能会有新鲜的说法。好、啊，我来试试看。好，那因为这个系列其实都是古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持香性就比较没有那么强了、啊、哈。哎、欸，这个跟我早上的嗅觉闻起来又不太一样嘞、欸，因为我早上闻起来的时候是柑橘加皂香。皂香就是很直觉的皂香就出来了。我觉得柠檬。啊，柠檬。柠檬很重的檸。对，柠檬。非常重的柠檬。对。对，但是它是有点带那个柠檬皮苦苦苦酸酸的那种感觉。嗯、对。苦味的那种。对，苦味的柠檬。绿色的。对，真的早上跟下午味道就又不一样哎。可能体温再高一点。是吗？好。就很像我吃，挥发快一点。就很像我很明确知道，我吃早餐的那个味觉还没有开的时候，嗯哼，那就算你吃的口味再重，你都觉得没有很好吃。对。那到了一天的中午、中餐到晚餐这之间，哎、嗯欸，就开始味觉开了，就会想要吃好吃的美食，那是个意思啊。嗯、哦，我不晓得嗅觉会不会也有这个差别。应该是会有你醒过来，对，我这个就像你一大早，你不会想要喷非常浓厚的味道，对，对，刚开始了哦，没错，这个已经有感觉到这个皮哦，你刚刚讲皮的苦味有出来，那一样柠檬柑橘味，对吧？对，嗯，我早上是有闻到皂香，现在就反而是没有了。有啦，其实我觉得现在它走得很快，它的那个柠檬，就是刚刚前面那个比较酸涩的味道，现在已经，我觉得已经慢慢退掉了。然后现在出来是有点像那个水晶肥皂的那个皂感，哦、okay, 就是有点药皂啊的那种。所以我说的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没有加香精下去做的肥皂的那种感觉。嗯、对 ，OK。对。那 Cindy 觉得嘞，你闻的？现在还是苦味散去，但是柠檬味还是蛮持续的，到现在还是有。是，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前味，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帝王系列它的造型，这个外观复古宫廷造型，你看它的盖子也是这样子，那你看它连按压的压头都有颗娇兰的这个。符号哈，对，相当的漂亮，很精致啊。好，这是我们第四代的前味。那待会过段时间，两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中后味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待会见。OK， 拜拜。没有，我没有吃，我刚刚因为我身上都中了味道了，花心心的。哇，那这个就清新。好，我们刚刚讲第四代，对不对？时间过了两个小时了，味道还在吗？古龙其实很淡，是还有 对，但是就是还有啦，但很淡。那说说看，后味后调没什么。后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皂感，对对吧？就是一直是皂感，但是它变化我觉得其实不太大，淡淡的皂香，但是它有一点薄荷啊。
哦，我有闻到一点点薄荷，因为可能带一点点凉感，嗯，所以就是肥皂到后面，然后带了一点凉，就这样。对，嗯，很好。后面就是一个很平稳的味道。对对对，事实上它的就像你说的，它变化性不大，嗯、就是一进到底这样子。没错。那如果说一代努力，二代守成，三代就是享受，那这个四代我觉得是更享受，因为它后面照香出来了嘛。我觉得它享受的就是泡在这个橘子，泡在这个橘子柠檬的这个浴缸里面，然后起身，对，起身之后残留在身上的这个柠檬柑橘的皂感，皂香。因为我刚刚中间有偷偷试喷了一下三代，哦，对，然后三代就是比较起来的话，三代就是带有果肉的感觉，哦 ，OK， 对，前面果肉的感觉，然后四代就是只剩下皮，只剩下皮，对，就是一个、前面挥霍完了，后面就剩皮，后面剩皮了，对，全被你花干了，对，三代没有留给四代，对不对？有点像 ，OK， 所以你的这个家族故事跟我走的不太一样，我走苦情版路线，对对对，我的是还在极尽奢华，更享受，过了比第三代更好的，这样让人期待第五代到底是。对，看看最后会是什么样的完结，它只有五代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希望我们今天的第四代，前中后位，给大家有点印象，好吗？五代见哦。好，五代见。拜拜。拜拜。